说，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，不好的老师带你住套房。今天我就是阿贵师，跟着我的脚步，你就可以上天堂啦。因为我要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行业，它很好，而且它的入行门槛很低，只要你有心啊，谁都可以来做。更重要的是呢，它成本不高，全台湾也没什么人要做，所以只要你肯做，年收入包你上千万。到底是什么厉害的工作？先让我卖个关子，等一下再告诉你，免得大家转台。经济不景气，年轻人、中年人想要探大机，就让新台湾大天助你一臂之力。今天又要找虾米喝桃龙，赶紧跟着阿贵屁股后面走吧。嘉萌姐，我现在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问你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好，六坛不？五。你做什么？我咧做洗衣机专业清洁的。现在有这门行业？有啊。然后它很赚。它很赚。数字？数字说出来你会吓到。老板很低调，不愿公开。但是我们有偷偷计算，全台湾有洗衣机的家庭，保守估计只洗其中的10%哦，扣掉成本还能年赚千万。哇，这也太厚康了吧！但是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。因为我真的没有听过洗洗衣机这个行业，你怎么会想要做这个行业？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老板的小朋友啦，因为他有严重的异位性皮肤炎，然后找了好多医生都看不好，都看不好，然后后来就是请他朋友去调查一些日本的研究报告，然后发现说其实有可能是我们衣服的细菌跟脏污造成的。我就觉得奇怪，因为我常老是觉得我这里也痒，那里也痒，所以是不是我皮肤的问题？不是不是，有时候是是我衣服的问题，好难过，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消息？吉祥大哥说啊，台湾过敏人如此多，除了体质问题，其实有许多脏污啊及过敏源就来自洗衣机干污扣零。于是制作团队随机抽样，从摄影师妈妈家中来检测，就是要来看看大家的洗衣机真的都这么 dirty 吗？如果像他这一年多不洗洗衣机，会有什么后果？一些年长的老年人哦，他的皮肤会比较不好，不好。他如果用这种洗衣机洗他的衣服，其实如果在太阳底下挥发的时候，其实细菌粘附在肌肤上面的话，就很容易会痒。洗衣机为了就是要把衣服洗干净，但英国有实验证明，洗衣机内部环境竟然是细菌的最大温床，只有两大匙洗过衣服的洗衣水，就藏了100万个细菌。哎，这样我们等于穿着细菌衣耶。一开始来要先看什么？一开始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测试洗衣机的运转有没有正常。他怎么没插电呢？要运转哦，为什么要先测试它会不会运转？因为我们不知道客人的洗衣机它洗的方式是怎样。哦。有时候它有问题了，它听不出来，但是它就觉得可以洗。有时候我们在清洗之后，因为干净度的时候，它在脱水的时候会比较大声。所以我们要在现场测试它的轴心跟它的脱水系统有没有正常。我们回来就是还它一个正常的。拆洗洗衣机之前必须正常运转过，如果有异状，工作人员也会帮忙维修，甚至换零件，不仅可以解决问题，还能避免纷争哦。洗衣机这样到底是干净还是脏？因为我来的时候，你看嘛，其实我们大约看这边就可以检查有没有干净。看洗衣袋那边就看得出来了，因为它水也是这样冲击上来的，它其实它整个里面也是很脏。这样你就看得出来它里面很脏哦。而且它的网那么脏，你觉得很干净吗？如果说单洗这个网子的话，也有啊，会让洗衣机更干净吗？它其实是过滤棉絮的东西而已啊。哦。其实你说洗网子洗衣机会干净，那个我可怜。天方夜谭。吉祥哥，安内哥嘛是有道理呢。就像你身体脏，其实刮胡子也不会变比较干净啊。你先把我这个这边有个小细缝把它用开。啊？天哪，第一关就难倒我了。小细缝。对啊。原来哦，好。那你要把它贴上去，要不然等一下我们装回去的时候也是要贴回去。贴这里。我
是我自己会收着嘛，吉祥，不要紧张。那边也有一个，哦，那边也有一个，好，就我来，我是小助手。这是一开始机台外的螺丝，就让阿贵不知所措。接下来还有密密麻麻看不见的小零件，光是用想的啊，头都要昏了啦！在此强烈建议大家，千万不要给搞，在家里自行组装，因为各厂牌的零件和拆组方式都不一样，拆了装不回去那就麻烦喽。哎呦，有了，有看到了，里面真的是给他有点大傻。这只是初步拆解，专业的吉祥哥一看就说：“哎，这机身里头一定精彩可期哦！”要解体了！我要帮你压什么吗？你帮我拉，帮你拉，拉那边。怎么拉不起来？没有，因为这哦啊，起来了！珍珍姐，你来看一下你家洗衣机。哦，很脏，珍珍姐，浇了，垃圾的别浇。还给我浇来底，啊！你有用漂白水？对，迄就是漂白水。啊！你洗衫有用漂白水哦？无珍珍姐的洗衣机啊，使用一年而已，程度上来说其实不算太脏，只是啊，光看这些黑麻麻的霉渍，还有小灰尘，要跟着衣服一起清洗，还真的是有点不舒服哎。但吉祥问一个很就是疑惑的问题，就洗衣机，我们每天都用那个洗衣精、洗衣粉，然后这样一直转，为什么洗衣机会卡这么多脏东西呢？其实哦，你柔软剂倒下去，第一点它是沉淀在下面，嗯，你水加进去的时候，它冲击力有那个底盘挡住，其实它冲击力到下面就变小，嗯，它最严重其实都卡在这轴心部分的范围。那我们在脱水的时候，残留的一些洗衣精啊，或者是水分，它会甩到外围去，嗯，因为它的空间很窄，它外围之后弹到外围的时候，再弹回来就粘在旁边。嗯，就是这样子。形成脏污的原因相当简单，由于洗衣机内槽转动的时候会产生大量静电，吸附水中的微小粒子，粒子便附着在桶壁，甚至卡住棉絮，而内槽又潮湿，容易生青苔，更影响洗衣粉的溶解力啦。沉积在细缝中，一旦洗衣服啊，青苔构造受水的力量冲刷脱落，这一点一滴的附着在衣服上，成了细菌浓汤喽。所以洗衣机定期，你大概多久？平均多久？你建议大家应该要洗一次？其实最好是一年保养一次啦。但是我们也很多客户就是说，有一个妈妈比较严重，是三个月洗一次啊。这么夸张哦？没有，因为她的洗衣量真的很低的，她一天洗三四次。所以看你那洗衣机的使用量，如果你是频繁使用，可以半年保养一次；但你如果是两三天才洗一次的人，你可以一年再处理一次。那我怎么知道说我们家的洗衣机到底呢？像我家的洗衣机两年，这样也就是算很脏了。其实你有滤网，可以先拆滤网起来看，对，看它附近，其实它周围这边有没有脏污。嗯，有的话就可能是脏了。对。那第二点测试就是，我们把一件衣服，香香的衣服丢进去，嗯，让它运转，给它放了一天或两天，再拿起来。如果有一个霉味的味道，或者是一些汗味的味道，其实就是因为代表洗衣机里面有脏。听你一讲，我开始担忧了，因为我每次就是洗衣机，我洗衣服洗一洗，我就常忘记晒，然后我就丢在那边，然后隔大概。就是譬如说我晚上洗好了，然后我隔天早上去看，然后就有发出一个味道，所以意思就是我家洗衣机很脏哦。对，很脏。听着都要晕了。洗完衣服忘了晒，衣服在洗衣机里渐渐发臭，是大家都有的经验，但怎么也没想到那臭味不是潮湿，竟然是洗衣机太脏的警讯啦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拜托看完节目也赶紧测试一下吧。我帮你洗这个好了啦。啊，这不能洗啦。哈，这不能洗。这要带回去做清洗。哈，这不能在这里洗。因为这个是。这个看起来很简单洗啊，看起来就是把它弄一弄而已啊。这个哦，这个要回去用，回去公司做清洗的动作，这不能刷。哈。它刷了有刮痕之后，会更容易卡到
脏。那你怎么不带海绵来呢？海绵来刷不是不会怎样吗？其实你就算刷了起来，它有的比较深层的也是要用药水浸泡，它才能还原。哦，对，所以变这要回去处理。而且我们这边四个这个导流板都要拆起来，因为里面也有藏细菌。有没有真功夫就差在这里咯，房间要刷洗来清洁滚筒，看似干净啊，其实会导致滚筒刮伤，而更加藏污纳垢哦。吉祥，我有一个问题，那我这够不到哎，我可能是偷偷拆。那我看我还是我来刷好了。你有发现我离那个底部很远？没有，这15公斤的比较深。我觉得我洗洗会这样蓬才有劲。那旁边我可以刷啦，旁边我可以底部给你刷好了。不然我这个徒弟都没做到事情，也是挺心虚。经过阿贵的巧手一刷，附着在内层的黑斑霉斑瞬间抹去，流出黑黑的脏水啦。平常大家都用这种水在洗衣服，光是用想的，就鸡皮疙瘩了呢。摄影师，你看看变魔术，你们家的洗衣机变干净了。我是玛丽亚，我帮你清干净了，你看看。浊水，你看现在，它轴心是最容易卡那个白帅帅堵的地方。哦，所以轴心也要冲一下。对，冲一下，看看它会跑。有哎，有哎，它会跑一些碎。对，会跑一些哦哦的明亮出来。吉祥哥仔细清洁，连排水孔、轴心都要刷洗，但这啊只是第一步哦，剩下的滚筒还得带回秘密基地来处理。现在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把它彻底的拆解。彻底的拆解。这还可以再拆哦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塞，哦，你说旁边这些螺丝的部分也全部都要把它拆掉？对啊。所以其实每一台它的内部结构也都完全不一样。啊，所以你们在弄这个的时候，每一个厂牌你们都要先研究过呢。对啊，要不然有时候搞混了，你装不回去很麻烦，然后装回去的时候又有问题。老板为了熟悉机台，才把市面上所有的洗衣机都买回家练习，直到摸透了才敢大声说自己真正是 PRO 啦。制作团队精算了一下，除掉人事成本占掉45%，器材保养维修占掉20%，租借厂房扣掉5%，还有30%的精力哟。啊，你不用，空转了。没有，他有点啊。哦，有了有了。哦哟，啊。好快哦！你这样子，这样就好了。还有一个，还有哪个？这里。哦，怎么那么多啊？一句阿贵的真心话，大家就知道这工作有多么的繁琐，多么的险恶啊！只是这些零件拆解完，竟然还发现第一个脏世界耶！摄影师，你看你家的洗衣机。就是你看旁边，就旁边都有这个哦哦的啊，然后底下这个下面也是很脏，然后你看到这边最可怕，这边是不是那种衣服的屑屑？对对对，整个跟那个洗衣精的那种粘在一起，残留物啊，然后它会卡在细缝上面，嗯，这一般人没办法洗到的，这没办法啊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你这边要拆解你才看得到啦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，这个也要拆。这个也要拆哦，会不会洗得太细了一点？这里面也是。哎呦，这个还要拆的。你看看，连这里面都那么多的污垢，天哪！真是如果没有拆解开，你完全不知道你家的洗衣机原来叫你垃圾。这个也有啊，也是有卡在那个细缝里面。真的哎，哇塞！羞羞的，刚刚。羞羞羞羞啊！在我们眼里啊，珍珍姐这台洗衣机就已经有点 sorry 了。但吉祥哥强调，这台吼算是很干净的啦。工厂里啊还躺着另一台比较抱歉的啦，要等着阿贵去处理。只是啊，这机盖一打开就飘出满满的恶臭，哎呦，尴尬啦！是不是盖子可以拿起来了？对啊，没有，你不要这样拿，刚刚不是有。教你了吗？你刚刚不是这样拿的吗？我刚刚是从前面这样子掀起来，然后要注意一下，不然你等一下把客人的机子用坏了怎么办？对，你今天做的都白工了。对啊，这个青苔哎，超恶的，这个已经长青苔了，还说这台不脏，很脏。
觉得现在好像那个味道都冲出来。对，现在好像在开什么东西一样，然后一层比一层还要可怕。好，还有更精彩的。还有更精彩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他已经讲了，因为你看光看外层这一层，全部都是灰尘，然后你看这里面，天哪，你观众朋友，你有没有去检查一下你的洗衣机？你的洗衣机如果这样子，你还可以洗你的衣服吗？我想你每天应该都是这里也痒，那里也痒，全身都发痒吧。所以不要再看皮肤科了，把你的洗衣机拿去洗一洗，听到没有 ？Understand？现场味道啊，阵阵飘出，有点像衣服晒不干发臭的味道，也有点像是臭水沟或是坏掉的臭豆腐啦。Hey Kibi 哦，真假不舒服啦！你有没有看？注意看这个螺丝，它已经严重被洗衣粉给腐蚀。真的？你看旁边这个是铁吗？还是钢？这不算铁，不算钢，因为洗衣机的材质不能用到铁。哼，哎呦，不然这什么？这个旁边真的都已经被锈掉嘞！这样洗衣精是太毒吗？还是不是？因为它是属于比较碱性的东西啊。我们洗衣精倒下去，其实都在中间比较多。那这种东西锈掉会附着在我们的衣物上吗？它会一些铁屑，它会附着在下面，那有时候会造成一些。那也是会啊。会生锈。对啊。天哪，我们的衣服到底暗藏多少危机啊？我连想都不敢想，哎，好可怕啊！我想里面一定更精彩哦。现在味道好浓，超浓的这个味道，拿起来喽！天哪，这是什么洗衣机啊？这一台比摄影师家的那一台还要脏上几百万倍，我已经语无伦次了。这太夸张的脏了吧！味道都冲出来了。对，非常的浓，现在就是已经接近刚刚吉祥讲的臭水沟的味道，非常非常的臭。天啊，这洗衣服洗起来能穿吗？但是你们都添加一些熊宝贝的那种香。对啊，我超爱用这个柔软巾的。那你们用那个的时候，它衣服会香香的，其实你们闻不到出来这个味道啊。这里棉絮都卡在上面了，你看。这个是成年的那个棉絮，哎，你看，我拉出来给你看，有没有？就是我们好像发票丢在洗衣机里面啊，然后干掉之后就变成这样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了，这台真的是太恶心了。吉祥，这台可以请别人洗吗？不行啊，这是你今天的工作呢。等一下你要帮他拆解，看里面是不是真的很脏。好，下来吧。这种鸡王啊，吉祥哥说司空见惯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耶。我想没有三两三无法上梁山，想要赚这年收破千万的行业，不只要有耐心，哎，这心脏也要够大颗，哎，好恐怖哦。你看香不香？哦，救人的好哦，冰好棒，可以了，可以放下。天哪，它就像那个，这种怎么讲啊？烂掉的报纸，然后泡很久的发烂的那个烂东西有没有？然后它都卡在那个轴心里面。天哪！你看，你想想看，你的衣服就是在这么脏的环境里面，底下嘎来嘎去，然后这些细菌、棉线嘛，底下你衫内底嘎来嘎去，你敢穿吗？那种衫你敢穿吗？我唔敢，我要回去洗洗衫机啊，太恐怖了啦！吉祥，那我就先把这里面刷一刷喽。哎，好。哦，好臭哦。阿贵，千万唔通做一道换一道啊！好臭也是得要刷，更何况这还不是最恶心的，这拆解滚筒的过程啊，竟然还让大家发现神秘的东西，让制作团队停下脚步，七嘴八舌的讨论了起来啦。看到这脸都绿了，哎呦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虫吗？对啊，虫啊。这什么虫啊？就可能是蚊子，因为它刚好放在水沟的旁边。虫虫啊？真的吗？对啊。有可能，因为它放在洗衣放，它放在那个水沟旁边，其实洗衣机潮湿的话，其实它会从底部钻进去。打得很正。很干湿啊。对。而且你看，其实它本来是要很。没有东西的，它都塞满，而且这个太可怕了，挤下去还有水，
不要不要，吉祥不要，拜托，吉祥不要，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到这里就好了。再看下去就太可怕了，全是棉絮、灰尘，还有虫的尸体挤成一团，哎呦，鸡皮疙瘩都掉满地了啦！还是赶紧把这些拍咪啊拿到下一关来清洗吧。那现在把那个洗衣的外桶，给它放进去。放进来。嘿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是一些特殊药剂。特殊药，秘密配方。秘密配方。好，不能让人家知道。好，我不会说的，你偷偷告诉我。不可以。好啦，守口如瓶，我现在是你徒弟耶，拜托。就连我徒弟也不知道我调配的方式。啊，真的哦！天哪，你心机好重哦。我靠这图吃饭，我不学。完全没有人知道你的秘密配方。对啊，没有。打死也不公开的秘密武器，吉祥哥只愿意透露，清洁剂是中性，绝对不伤肌肤，也不会伤滚筒零件哦。不过这滚筒啊，一泡下去就像变魔术一般，泡前泡后差很大，在经过高压水柱强力冲洗之下，简直 bling bling 在发光，杰克真是太神奇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这边站着看他冲那个滚筒啊，大概已经快十分钟的时间。其实我刚刚走近过去看，我也觉得已经至少达到90%以上的干净，但是他说。不行，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小小，其实真的是很小很小的污垢。可是他说一定要达到100%的干净，才可以交给客户。盯着炒房的高温清洗着机器零件，就算是微凉秋天哦，也被闷得受不了啦。高要求近乎洁癖的清洗专业，甚至清洗要求啊，让上山下海的制作团队们已经东北调了啦。这群专业清洁工真是太让人佩服了。说到这里，我已经有点想要罢工了，好累哦！现在还要再做什么啊？刷桶子啊！刷桶子，来，它这个已经冲得很干净啦，我看已经完全没有污垢啦，要刷什么？哪里有的刷？每个洞洞。哪里？你可以告诉我哪里吗？没有啊，它没有污垢，真的可以交货了啦。不行，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到污垢啊。有啦，你看，你比给我看，它旁边周围都还有一些污垢是附着在上面的，它没有办法把它冲掉。哦，你是说这个吗？对，这个。对。哇，这摄影师可能要zoom in 疯狂zoom in才看得到那个污垢，非常非常非常小哎。还是要刷啊。女怕嫁错郎，男怕入错行。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空洞，不止阿贵背脊发凉，制作团队看了也傻眼啦。这工作根本要有洁癖或过于吹毛求疵才能胜任吧。你看这里这么多格子，它每一格都要刷过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家庭主妇们、客人啊，你给看，这个不够清洁吗？你个滚，你个吹毛求疵，外币没有用。现在怎么刷？你教我。就是你选一个角，选一个角，我选这角。是你刚开始的起点。对。然后你是看个人习惯，你要顺时钟刷还是逆时钟刷？好。这样刷到一轮的时候，其实就大概大致上都差不多。所以你也不能，你要真的要照顺序哎。对啊。不然你就会漏格子。对。很心不甘情愿，拿来。哎，你就看着我刷。基本上是这样。你不是在打工的吗？所以我有关系啊。好了，开始乱刷有没有？不行。摄影师。等一下，你妈妈不付我3000块，我不把这个装回去给她。这个工很细，看得见的地方要仔细清洁，连看不见的地方也是照顾得当。不只是为了赚钱，更多的出发点啊，是考虑到消费者的健康。丝毫不马虎的工作态度，着实让人钦佩啊！只要把你家的洗衣机交给吉祥富贵，就还你一台全新的洗衣机，哇，厉害了吧？非常香，超干净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它装回去，装回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送回去给早上的那个客户珍珍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组装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怎么组？我已经忘了。没关系。会拆不会组。这个小细节要注意。
什么小细节？因为你有没有？对不起，打到你。你有发现有一块不一样？哪一块？这一块。那个是放网子的吗？不是，它也是在下面。哎，你那块也算错。哪里错？因为它是。哈？有差？这个新来阿鬼实在是太溜工了，还好有细心的吉祥哥盯着，还不赶紧把真正的滚筒组装好，要送货去喽。好了，好师傅。还没了，我等你螺丝起。好哦。你拿着我怎么锁？好啦。用空手锁吗？耶耶耶！快点 ，Go！我们要大功告成了，我们要收工了，耶耶耶！师傅，快！贴纸嘞？贴纸好，在这里。我们先帮他贴上去。好，珍珍姐，你来检查一下我今天帮你洗的洗衣机，你看看，连这个啊滤网都给你换新的哦。你摸，珍珍姐你摸，哦，有没有小小不不？很 OK 哦，有水不？这都跟那新的同款呢。光是一台洗衣机就得让两个人从白天清洗到黄昏，汗流浃背。不过总算是大功告成啦！颁奖的时间到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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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你看姐，好，我今天吼洗衣前、清洗前、清洗后，对照，嘿，对照，你看，这清洗后白涩涩，啊，这清洗前吼，啊，这顶头吼够卡垃圾。啊，你安尼你有看到吼？有甲你洗好清气啦，吼啊有一挂代志爱讲互你听吼。哎，洗干净，洗干净，好啦，你节省时间嘛，好啦，吼，安尼你这样修理哦，吼，啊你爱会记阁叫伊来洗哦，卖阁叫我来洗啊，我无要甲你洗啊，我要罢工啊哦，我们大功告成了。嗯，好，对。那我们走了啊！话不是这样子讲的吗？我今天流了快3斤的汗，忘了。对啊，我今天很努力，我很少打工这么努力的。你今天很辛苦了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可以吗？只是差点把我套住而已啊！套住，对啊，不要这样，好害羞哦，讨厌。这种话是底下人讲啦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把今日的工资发给你。嗯，好。来，这是你今天的工资。谢谢吉祥，太开心了。好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工资，800块。谢谢吉祥。虽然我没有做得很好，但是我很努力。可是我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。老实说，我今天这样体验完，我真的觉得洗洗衣机这个真的好累好辛苦。其实洗到最后，我也觉得我已经开始精神恍惚，我有点热到受不了。你怎么还是想要继续做下去？因为其实要让每个家庭看到我们洗完的那种干净的喜悦啦，拆起来是一个惊吓，回去的时候是。也是惊吓，但是是开心的惊吓。嗯，对呀、啊。所以你就会看到他们堆满了笑容。对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好有成就感，很满足啦。很满足。嗯，对，我想要的是那种感觉而已。真的、哦，谢谢吉祥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来，你可以帮我洗一下啦。好了，你再打电话给我。好。嘛免怨叹，时机摆摆，我是要去倒位找工作来探钱呢。我感觉我免烦恼，今麦呢赶快把你的笔记本拿出来，我就要介绍你们一个相当赚钱的行业。是什么行业呢？就在我以下的七言绝句。但是呢，我需要点 tempo， 来 tempo， 5 6 7 8，半夜耳朵常常痒，必定有人念又想，自己乱挖羊又痒，刘胜帮你来止痒啊，来止痒。Siki， 我今天要做的工作呢，就是掏耳朵。我的师傅呢，就是刘胜。今晚呢，我的工具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呢，就跟着我一起去找我的师傅 ，Let's go。小米啊，有没有听错？连掏耳朵都能变成一项职业，竟然还能让 Summer 风尘仆仆赶到高雄拜师学艺，到底是真功夫还是碰红追给台播吧？先问一下客人感受之后的提莫记是如何啦？感觉怎么样？就还蛮舒服的，因为有感受到那个师傅他很细腻的在帮你处理你的耳朵，他可以轻，然后也不会受伤，帮你挖到你想要的点。
Hello，Hello， 我好清楚哦，我这里有刺痛，突然接受这么大的声音有点不习惯，不是。刚看到你的耳屎都吓到。有，我吓到。那你知道你自己本身有这么大的耳屎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平常在挖的时候都挖不出来。本来是觉得耳朵好像有进水，昨天去游泳好像有进水，然后就想说就看一下，结果原来是耳屎。这位男性友人的耳屎着实吓到在场的制作团队，每个人都几乎太神奇了啦。但涛儿刘大师说这不算什么，他还有很多宝贝要给我们见识一下嘞。这两个是什么东西？这边的一般客人掏出来的耳结石。耳结石？它里面都是结石的，就把它一颗把它摘出来的。耳结石指的是耳屎意思吗？对对对，耳屎怎么可能会这么大啦？它指的会变结石。嗯，就是这么硬。所以是很多人集结在一起的吗？对，都是很多人的，就是对。乍看之下，我有点像是那种什么陈皮美还是什么，平常那个在泡东西。你像我以后我怎么敢泡那些东西啦？有点像。师傅，我不太懂啊，你跟我说这个是耳结石。这个真的是从一般人的耳朵拿出来的。对对对。啊，假设我没有拿出来的话，会对我人体有什么伤害吗？讲我重听啊，阿喜公。应该会影响重重听，偏头痛都会有。真的假的？一般印象啊，都是用这个来掏耳朵。啊，假设我真的有这个耳结石的话，会不会说变成我这样越挖越挖，就把这个越推越推推进去？推得越出去。会，对对对对对，会推得比较进去一点。啊，那你挖不出来，你就要找我挖了。就会这样变成这样的了。挖不出来就要找我师傅挖的啦。对对对对对。常常耳鼻喉科处理不了的终极大耳石，最后都在刘大师这里完成。但如此细腻的手上功夫，可不是说要学就学哦，还得先学会变魔术啦，干五口令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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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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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嘞，师傅完全不理我，很冷静。好，十块，从这边进去，塞进去，从这边出来，才会你才有办法去学这个掏耳朵的。骗人呐！你只是不想教我吧？这边进去嘛？对，这边进去嘛？啊，这边出没有了吗？没有。我是不是从这边进去？对，从这边出来。刘叔啊，想学会这门专业，手指灵活度是最重要的哦。手越巧，越快上手，越能精专，这也算是老天爷天生就要你吃这口饭呐。真的可以挖出很多耳屎，因为我后面那位大哥，一盘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帅哥，这可以借我一下吗？没有作假，直接从后面小虎虎哎。真的挖耳朵，真的掏耳朵可以掏出这些东西。真的啊！啊，所以就是要靠这些器具喽。对，靠这些器具才有办法。所以会因为每个人耳朵的构造不同，然后那个手法或者是器具用的东西就要不同嘛。对对呀，比较会长的，差不多半个月就会。半个月来一次，我怪不得我师傅这么会赚钱。不学的话，哎，我要学，我真的要学，我要开在台北开分店呢。这个耳刀你先会使用吗？对，这边有这个细毛哈。对，我刚才有教你了吗？来，这样把它转，轻轻的刮。啊，你有没有曾经刚开始学的时候不小心刮刮刮，然后给它刮到流血？哎不，多多少少会。哼，所以一开始是要先从手开始学习，这样子。哦哟，要这样拿哈。只用手指的这样就动作，轻轻的就对了。对对对对。要训练到拿手刀，只靠手指力气却能很稳定，不止灵巧，力量还要轻如羽毛啊！但这只是清耳朵外围杂毛的训练，接下来还有寻找耳屎的秘密武器要登场喽。如果是有耳屎的话，它会长在这边。我们用这支去抠的时候会有感觉，对，就是有阻碍物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会有阻碍到。对，好，我找到了之后呢，要哪一只挑？这只。哦，它的边边，然后这个把它勾起来。勾起来不是这样勾。哦。手没有动，只有手指。好轻哦。这样找，这样找，有没有耳屎？对，好，找到了。如果有了，我都换边，这边这样挑。你看，用手指这些轻轻的。先用侦测工具寻找耳屎，再换家伙勾起恼人的他，让众人在这细微动作之间舒服的不得了。
人说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就是如此的啊。只是没想到啊，想赚掏耳钱，工具竟然如此讲究，平均到一个人的耳朵就得用上5种不一样的器具，才能达到深层清洁的作用哦。会不会说天生有没有什么人最适合来学这个掏耳朵的这个技术？有没有？一般哈，就是比较手巧、轻巧的手巧，比较学的比较会。师傅在讲这句话说，你有轮到他脸吗？他一直这样一直在偷看我的手。我的手比较大呢，安呢？差不多，你要比我大。我的手比师傅大，等一下。你不要，我先走了。没累啊。虽然 Summer 啊先天不良，不过后天的努力也是相当重要的，千万别灰心啊！让你听听这行业的商机，保证你一天练上24小时也不厌倦呐、啊。一天大概有几个人会过来上来掏耳朵？不多20-30个吧。20-30个？对。他一次要多少？1次500，一次500，20-30个，10个的话就5000，20个10000，对啊，这样子的话10000，一天就快20000哎。不止我一个人做啊，还有师傅了。有没有人挖上瘾啊？每天呢、啊，或者是每个礼拜都一定要上门来给你掏耳朵？有啊有啊，一个礼拜来一次的很多啊。一个礼拜来一次，一个礼拜就花500块。景气好的时候，每天都来。这行业的赚头啊，保证小资的你一听就会眼神亮晶晶啦。想学掏耳，天生资质占40%，技术占60%，而这行不分淡旺季，一年365天都是赚钱天。一个人掏耳就500元，扣掉人事20%，水电、租金等成本20%，净利竟然还能有60%哎！只要掏一个人就能现赚300元。刘大师还说啊，景气好的时候，一天他最多掏上30多人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哎，这种钱赚不完的感觉啊，用想的就很美好啦。Summer 还不赶快拿出吃奶的力气，好好做、啊。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有点紧张。不要紧张，没关系，睡一觉，这个世界一样美好。经由了这一个，有点像是反光板，是真的可以看到我们一般的耳朵的里面。但是我现在有点紧张，所以我们就先处理外面的那个毛细毛。刘大哥说，众人最爱的就是用耳刀刮除杂毛这程序，发出沙沙沙的声音。通常客人在这个步骤的时候就会舒服到睡着喽。进去一点这边。再进去。再进去。对。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，这位美女？有点紧。还蛮舒服的、哦。会痛吗？会。力道需要再大一点吗？不需要。不需要。啊，跟师傅比，舒服有那个舒服度有差吗？差很多。啊，不是说舒服吗？哎，拍谁哈？我是不是太紧张，把你耳朵都捏红了？不会。可以看一下，现在整个耳朵是红的呢，又看到不？加。因为呢，我们要把耳朵撑大嘛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我就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。然后我现在放松了，这边是红的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等一下，请你喝一杯饮料。在此呼吁电视机前的观众，千万不要随便在家里尝试啊，万一力气过大，很容易受伤哦。师傅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太紧张还怎么样啊，要去找他的那个耳屎嘛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就是一直呈现这个姿势啊，其实腰很酸呢。对啊，那你又坐姿本来就……所以是要因人调整，还是说本来这个工作就是其实你们的职业伤害就是会腰？所以我会要求他们，如果角度不好的话，要叫他躺，客人躺后面一点。不好意思，你可能要靠我靠近一点。躺上面一点，看看。好。躺上面一点，再上面一点。再上面一点。那你就会比较好，这样就。才过不到5分钟 ，Summer 就已经哀哀叫了啦！真难想象，刘大师一坐就是10年哎！哎呦，这腰怎么受得了啦？手会不会动？转一圈回来，转一圈回来。哇塞，师傅，你刚开始做的时候，
应该很紧张吧？啊，当然了，当你练熟了才会不会紧张了。好，你把它打开，来，你看，打开，手撑住，手撑住，对呀，啊，啊，熟能先练手就是这样，要练，要练，练到熟能生巧，你看。师傅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动作，果然利落的犹如行云流水，相当流畅好看啊。但要在涛儿界当扛把子，站得住脚，堪称一哥，也不能是省油的灯啊。师傅竟然还偷偷留一手。原本我以为啊，我刚刚就是学会掏耳朵就已经工作结束了，没想到我的师傅多才多艺呀、啊！我们今晚被冲啥？眼睛舒压。眼睛舒压，结果呢，我们躺椅上呢，马上这位摄影大哥殷章哥就跳上来。刚刚当我在问说要掏耳朵的时候，他都不理我，结果现在要舒压，马上就来了。眼睛舒压其实就是脸部加眼部的按摩术，借由热敷啊，完整放松肌肤，再用推拿舒缓肌肉，超级舒服的啦。哥，你觉得师傅力道怎么样？他的力道比较正确，你好像在摸我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力道不一样。所以真的有哦。按摩还是有个巧劲在的，如果只用手出力，后果就是职业伤害了哦，必须运用全身的力气才能轻松使得万年船。慢慢身体的压，再发。哎，师傅的手都没有动，你是用你的身体手，再发，推啊，你上身体压去，慢慢发，再发一个点，再下面一点点，经过脸部按摩放松之后，还得进行眼部舒压，让客人的身心灵都能完整得到疏解啦。不过等这么久，总算有 Summer 插得上手的地方了。你问他什么感觉？你现在什么样的感觉？好痒，好痒，在翻下面。对，因为你现在手法，我不帮你翻，你把它翻啊翻。好，那就是穴道哈，那点点点的痒痒的，点药水，就得点药水。第二剂，主要在眼部的舒压哈，要舒压SPA就是这样的。这眼部舒压就有点像是瘙痒，轻轻柔柔的，却又很舒服。短短半小时啊，就让人放松无比，果真会上瘾呢。在做这个的时候，你要非常停止呼吸，因为你拿着这个的时候，因为眼睛很敏感嘛，所以在碰的时候，其实呢，你会实际其实很像是没有碰到东西的那种触感。可是呢，因为你知道因为它是眼皮，等于是我们的眼线下面这边啊，所以你就这样轻轻的这样碰它，然后它的这个圆珠珠呢，就是像大家在帮它按摩一样。然后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呼吸或者讲话的时候，那个力道就会出来。可是这样他就会感觉到不舒服，所以我刚刚是属于完全性的停止呼吸，完全以客为尊的服务，让大家在精神压力大的现在有了个休息的好地方。只要半小时一小时就能让你获得平静，也难怪啊，尽管经济不景气，刘师傅的客人仍然是没有停过，可以说是乱世中最得力的放松才啊。师傅，你觉得我有没有及格啦？可以的，六十分。啊，这么刚好六十分哦。对，六十分而已。你现在还硬邦邦的手啊，还是要练。有了，很僵硬。你知道我一掏完之后，那个真的是会全身很僵硬。一开始会觉得说，哇塞，感觉好好赚啊，一个人半小时500块。但是其实那个你在那边掏久了之后，其实身体是会很酸痛的。我们习惯了不会的。习惯了不会了。做到了，所以这一位是儿子，第二代，那先找他看看 N 刀，帅哥啊！所以现在已经有第二代了，所以当初是怎么会想要去学这个？不会觉得很辛苦吗？不会啊，因为学自己的兴趣啊。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工作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啊，其实很忙碌，可是你只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你可以就是享受掏耳朵的那个感觉，因为那真的是会让你飘飘欲仙呢。然后你的那个眼睛舒压，我看我们摄影大哥哈，几乎是呈现快睡着的状态。现代人这么忙碌，有一个可以这样子减缓压力的这个休闲的地方，休闲的舒压方式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工作。陶哥，我知道我没有表现很好，不过我也是来。
工课的啦。有啦。哦，你感觉我会使提薪资无？应该有啦。我只能笑得很开心啊。头家，你看唔对吧？你确定这是要想要给我的？想要给你的。2000块呢？所以这个真的会使。好啦，这2000块呢，我们也会全数的捐出去。这一天，我来到高雄，认识了掏耳界的扛把子刘胜。从旧时理发厅文化出身，自行摸索出一套专属自己的掏耳绝技。他更广收学徒，开枝散叶。是因为在这人人紧张、压力大的年代，每个人都需要有个放松的出口。那些说不出的苦衷，借由半小时掏耳的放松，让生活更加美好。做的不只是掏耳清洁而已，更是一门让人快乐的行业。这一天，我们来到高雄，认识了清洗洗衣机达人吉祥哥。从自身经验出发，体悟出洗衣机清洁的重要性，生怕肮脏洗衣机大锅搅着细菌浓汤，影响众人的身体。为了推广这概念，只收取微薄费用，四处到府清洗洗衣机，顶着日晒，顶着闷热高温，为别人除去看不见的脏污，甚至除去没有人愿意除的恶心污垢。靠着劳力付出，不辞辛劳，才能打造出属于他的洗衣机清洁王国。我在体验，我在体验人生，体验一个你不知道的工作，体验一个你不知道的行业。